你在干嘛呢？刚回来就工作啊？陆总，陆总让我帮他整理一些资料，可能还得出趟差。妈，那岂不是新年刚开始我就要变成空巢儿童了？傻瓜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，让我妈同意我在 MH 工作？秘密不告诉你。说拉倒，我还不想知道呢。反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，过程我也不在乎。行了，你先去睡吧。妈，明天不是还要参加新春会吗？到时候你可是要惊艳四座。回来了，去吧。走吧，来。去睡觉啊！哎，早点睡觉，我皮肤好啊。来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